英雄联盟坑爹集锦 Top 5第十三期啦。第五名，盲僧追击曙光，曙光逃回塔下，将塔下强杀。曙光是有空的，曙光 E， 盲僧正好 W 出塔。好吧，曙光就这样戳到盲僧脸上，悲剧了。这放技能的巧合也太坑爹了吧！第四名，盲僧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是飞菜碟。看我佛山无影脚，眼睛看准时机一记背摔。哥们儿，再见了，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。第三名 ，AP 豹女不适合近战，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远程投掷。豹女闪现下高地之后，变身人形态，看我一发标枪。好吧，歪了，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标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英雄联盟中最强的暗器——标枪投掷。不管是用爪还是用矛，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第二名，哦，小木木，你看到我了吗？看到我了吗？我满血了，只有半血了，来草丛陪我玩吧，别懂得哭呀，来嘛来嘛，滴血多好玩，真的不理我吗？崩你一下。哇，终于理我了，闪现点燃全家了，果断被我惹毛了吗？来吧来吧，小木木，咦，别走呀，来来来，真乖，我快死了，一定要打我。小木木，你也太天真了吧。好吧。第一名，小丑干克躲凤凰 Q 什么的最喜欢了，我踩到匣子了，啊，凤凰 Q 闪现，这小丑反应也太慢了吧，木木上了，小丑欲帮忙，什么个什么啊，点燃两下就死了呀，小丑你是在表演被人秀吗？简直太坑了，走哪儿不好，非要踩个带视野的匣子，可怜的木木又悲剧了呀。小仓大力推荐，火爆热销2000多套，好评如潮，云宝专业游戏套装。活动价178包邮，还送小仓签名照哦！小仓淘宝小店，期待您的光临。谢谢大家收看《英雄联盟坑爹集锦》，最后不要忘记支持我的素材收集工作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